有300多年历史的乐港地藏王庙，旧日受损后，一直到1993年才重新修复。但即马大门、牛条、彩绘、石地板拢已经损害。上个立委王惠美邀集文化部会勘，确认将以庙方的需求加速修缮工程，避免关停古迹拢无预防的能力。让他们回去确认一下之前的调研的情形怎么样？也许以前的调研做得很松，这就是彩绘的部分可能只有一点点而已。那现在这个彩绘面积那么大，你们这次只申请先彩绘而已。他们对地砖这些都不处理的，含损坏调查。损坏调查。文化部文资局专委陈家瑞表示，由现场彩绘脱落石地板斑驳的情形来看。研判当初动手下事，目前最重要的是消防安全电源和彩绘部分优先处理。另外，石地板表面的部分因为属于大工程，建议由专家学者勘查了，接着规划设计来处理。那但是因为呢，伊这个过去哦，咱经过咱整理了以后，一寡彩绘也好，啊是地砖也好，包括因的这个电箱也好，拢有一寡问题吼。那今仔呢请到咱的这个中央文化部文化局，甲咱相关的单位拢来到遮做一个会勘吼，希望讲甲迅速甲这三个问题我都来解决，因为呢。即第一电箱也无处理也好，万不利着火也是创啥，规间古迹都无去。第二呢，即是咱鹿港真大的门面，你看入来了以后，遮条也好，是讲咱的一寡彩绘也好，安尼破破烂烂，实在原来真歹看吼，伊嘛应该迅速甲处理。那另外一个部分嘞，分到第三个，就是咱的地砖过去伫咧整理的过程中，可能无照着咱传统的即个方法，所以地砖的部分嘛是开始真歹看，而且呢，会使讲。感觉起来都足无像一个过程吼，所以讲希望讲透过今日会勘了以后，文化部嘛答应，咱的这个文化局也送件了，60%由中央来处理，40%由咱的这个官来处理，共同吼速速来甲咱的这个地藏王菩萨来庙来甲完成。你讲的吼，因为咱这是算咱鹿港的上个礼拜第一个门面，如果是咱古早吼，都讲过北天庙、南地王吼，咱的地藏庙。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吼，记载是记载200多年，应该是唔对了吼。但是最主要不要紧，因为古迹庙咱本身菩萨神如先天的话比如咱万民吼咱大家来弘扬咱菩萨吼菩萨嘛，比如咱客家大侪大家平安顺遂。立委有讲过吼，因为就是甲咱的彩绘条啊吼，甲地砖甲电箱吼，电箱咱知影，因为迄个惊电线着火。这个如果是咱电脑哦，咱拢有咧改善，但是哦，因为迄个大、迄个电箱是上加要紧的一个关键吼、所以咱要希望讲，这个电箱的部分甲这个彩绘吼，赶紧早日安尼发包啊，来改整修好些安尼。王惠美指出，鹿港地藏王庙是进入鹿港的门面，这样破破烂烂，相当歹看。当初重修的时阵，拢做过调查研究，请文化部赶紧协助完成重修工程。未来鹿港地藏王庙重修工程，中央将负担60%的经费，地方敢若需要负担40%经费来处理。文化局参与会勘人员也表示，目前已经针对消防安全电源进行全面巡检，并会将地藏王庙列为优先处理。对文化部甲立委的建议，嘛以专案加速处理。新中华新闻江代金鹿港采访报道。